按错了，大家准备好没有？所以现在就走过去，去找威扬去，你是 Let's go！ 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就是那么美，天气就是那么好哦。所以今天是去旅行的好日子，我们出发喽！那我现在呢，就在外面，好像这里那么好的风景在等 Will， 然后在等的时候，我看到那边那些海鸥。多美好啊，就是在河上游来游去，人生就是这样，就是那么简单，可能你们看不到，就是这个哦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看这个是谁，好无聊啊，没有，刚刚你说什么，这有大炮啊，这是大炮啊，你自己看一下，等一下，对，怎么小小炮啊，对，这个是小炮Will 的那个是大炮，那个干嘛，拍你啊，不要乱拍我家，十万的时候好不好，木粉再让你们来看我家入座，好来，所以十万啊，就把两个人的爱关起来，实测一下好不好？好了，实测一下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就拿完这个包包，走去 Edinburgh 的 Airport 去那个尼斯，很紧张吧？我都不知道在说什么。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到 Edinburgh 的 Airport， 然后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呢？这个我也没看过，这是第一次跟你们一起看哦。就是这个 tram， 是他现在用那个电车就可以连在。Edinburgh 的 City Center 走过去 Edinburgh 的 Airport， 好紧张，看到这边有一个人在拍我，一起跟 Edinburgh 的那个 sign 拍一张照。Edinburgh 那个 sign 在哪里？在后面。哦，对，三二一，起。Will， 好了，他已经不在了。为什么他已经会不在了？就是因为。小黑不见，小黑，小黑，你去哪里了？是在这里吗？小黑，钱包回来喽！在这里喝酒。我刚刚看到一个人超级奇怪，在叫什么，在外面在尖叫，还叫什么小黑，跑来跑去。他讲中文了。对啊，是假的。对啊，超级奇怪。还有没有警察？什么？没关系。他那个人呢，是穿蓝色衬衣的。他在找小黑。对，然后黑色长裤。你跟我讲这个干嘛？没有，就是无聊，我剪掉，好吧？对，看到我们这个 Q 太长，超级长。然后为什么要 Q 啊？平常我都不排队的，但是为什么呢？好像说这是廉价航空的问题，就是你常常都没有位置。有没有后悔买这个吃？这里有超多好吃的。哪里都没有啊！后悔有一点点，看起来那个很好吃哦，你看看。好，我们。据说刚刚的那个呢，就是廉价航空，就是因为它没有位置，放包包。我去点了 coconut chicken noodle soup， chicken noodle soup。刚刚又忘记我说什么，廉价航空了，它不会再出现吧？就是不会再出现。廉价航空呢，就是因为没有位置放包包，如果你不排队的话，它就把你的包挤到。镜头也破了，就是怎样，所以我们才排队。他在选东西吃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原来我刚刚排错队。对，他跟我说那个飞机是去伦敦的，他问我要不要火车去 City Center， 没关系，我们找对了就可以了。看到这个，大家就知道我们已经准备好了。好了，我们搭了三个小时，飞机终于来到。三个小时，飞机终于来到哪里 ？Nice，
千万再腻，千万不要讲 nice， 因为人家觉得你是智障。对，是叫尼斯的地方。虽然它的创法是 N-I-C-E， 是 nice， 但是它不是念 nice， 是念 nice。Team W， 天梯超级小哎、欸，真的好小哎、欸。是 view 的电梯哦。就是这里。好，来标示上标准一下，出去玩一定要怎么样？一下 room tour 一下，一二，好，这是怎样？没有了，这是怎样？这是露台，露台，这是船，然后呢？哦，哎，这个蛮好哎，看起来蛮干净哎。这是浴室，浴室，对，这是怎样？room tour 已经完了。那我刚刚呢，我们到 Uber 以后，我第一次有一个很神奇的事，他送我们一个糖果，然后我是不知道这个糖果能不能吃啊，等一下我会叫 Will 吃给他，然后看看他明天可不可以跟我继续旅行。看这个人已经鸟掉，又要活力一点，有活力一点哦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，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，但是就算不喜欢的话，我会努力一下，就把后天的努力，然后把那个 vlog 什么，对，什么，追过 Eddie， 后天的努力，追过 Eddie， 把那个 vlog 弄到很好看，弄到你们喜欢看，把那个活力带给你们，下一次见。哎，喂，等一下，我忘记跟你们说了，你们记得 like and subscribe。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不喜欢也要订阅哦。下一期见。Okay.